们的作品名称是《太阳的克星》，就是要你好看。我们的目的是，市面上的防晒乳五花八门，一般常见的防晒乳分为两种，一种为化学性的防晒，另一种则为物理性的防晒。由于近年来的市场需求偏向天然、环保、温和、不刺激人体，以及产品成分标示透明化，所以本实验制作了一款添加中药材成分的防晒乳，分别与物理性的防晒、化学性的防晒以及市售防晒乳进行防晒液的比较，确认本产品具有防晒液的功效。另外本产品采用天然药材制成，故其保存期限相较于市售防晒乳来的短，又本实验选择的中药材界具有抗菌功效，未确认它们是否具备真正的防晒，故分别与物理性、化学性和市售防晒进行防晒力的测试。本产品的主要特色分为六点：一、成分天然环保；二、利用药材本身具有的防晒力与抗菌力的功效进行晒；三、进行晒后修复，降低皮肤刺激，淡化色阶，进行边防晒边保养；五、利用大肠杆菌来模拟人体皮肤；六、成本低廉。一、成分天然环保，本产品采用中药材内服外用的特性，加入金银花、白芷及白茯苓来制作，故相较于市售防晒乳所利用之药材，本产品的成分较天然及环保。图为白茯苓、白芷以及金银花。二、利用药材本身抗菌及防晒功效，本产品利用金银花中花茎、花蕾以及叶子中绿原酸成分，可抵抗紫外线及抗菌功效，加上白芷及白茯苓抵抗紫外线与抗菌力的能力，来代替市售防晒乳中所添加的成分。三、进行防晒修护，降低皮肤刺激。本产品中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降温、抗炎之功效，而白芷及白茯苓皆具有消肿镇痛、降低皮肤过敏之功能，所以利用上述特点来进行改善晒后红痒发热之问题。是淡化色阶，进行边防晒边保养，利用白芷可以美白润色，和白茯苓中的维生素可降低肌肤中的黑色素生长，进行边防晒边保养之功效。五、利用大肠杆菌来模拟人体皮肤，大肠杆菌为兼性厌氧的革兰氏阴性杆菌，性质是属是中温菌，由于大肠杆菌最适生长温度约在35到37°C， 最适生长 pH 值范围为 4.0到8.5， 相当于人体体温，故本实验利用大肠杆菌接近人体皮肤的特性来模拟皮肤进行防晒力的测试。又有成本低廉，市面上的防晒乳需动辄好几百元，然而经由实验结果发现，本产品只需不到市售价格的十分之一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防晒效果，故本产品较为明智的选择。